看现在的阿离是个刮痧女王，但曾经她可是一个让所有脆皮都闻风丧胆的存在，不仅拥有极高的机动性，还拥有着极强的秒人能力。拥有明火的阿离，再弱的坦克在她面前都扛不住。今天带大家梦回 S3， 让我们再度感受一下阿离的巅峰时代。一袭白裳梅花来，一山水旁影一枚，眼红尘独恋花红颜眉，回首不见人痴尘，那竟那无处留神，春去秋来花开了几分。经典，我是男爵，喜欢的还请关个注，谢谢。